智者大师也是这样讲，人一起心动念，譬如说你起贪心的时候，然后寒病就会来啊；你起嗔恨心的时候，然后热病就会来。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记得转换啊，然后你起嫉妒心的时候，酸痛就会来；你起傲慢心的时候，肿胀病就会来啊。你愚痴执着的时候，那你的就会有起痰，就是流鼻涕啊，啊，黏液会出现这些唾液的问题、血液的问题。所以不一样的动念，那就会遭受不一样的病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那我们叫这个五毒烦恼就变成五种病：寒病、热病、黏膜病、酸痛病、肿胀病啊。所以在我们内心里面，我们有这种病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啊。如果按照佛教的修行，要把贪嗔痴嫉妒我慢转成五种大智慧，就像我们在拜五方佛一样，那观想五种光啊。所以要把贪心转成一种那么阿弥陀佛的光啊。所以阿弥陀佛就是由贪欲转成的一种妙观察智啊，也叫莲花智，而成就阿弥陀佛。那爱生气的人一定要修不动佛啊，把嗔恨心啊消除掉，那变成大圆镜智哦，就像镜子一样亮，观察周围的一切。所以断除嗔恨，成就不动如来。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特别什么样的问题，那你就要懂得去转化，观修五方佛。所以观修佛的形象或是念佛的名字，也可以把我们宿世的这种业力啊，那这个不清净的想法断除掉。